现在是我们的第九节课，说的非常正确，也是我们做的，也是第三周的一个转眼间吧，已经做了九节课了，每周讲三节课，现在是三六九啊，然后已经是三周了，三周内，然后现在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期中，也是期中，对，然后这段时间呢也是感谢大家对于宅男的支持，然后一直来做，虽然说最近有很多人问我，他说你的课程是免费的，那么你怎么靠这个盈利，免费的你怎么能支撑活下去，因为我就是靠大家的支持，所以才能够一直活下去，一直让自己做得更好，然后这个呢也是我们本节课的一个期中课，今天也是周五，听的人呢肯定会少很多，因为该去约会的约会，该去撸串的撸串，该去，对不对，都是有正事干的，所以说呢留着我们这些，对不对，未来的互联网的2%的人去做这个事情。然后还是一样，我就想问一下大家，有谁是第一次过来听课的，打个一给我好不好，第一次来这里听课的打个一给我，我看有没有第一次来听课的，是有第一次来听课的吗？好，我这边看到了，卡是有点卡的，对，因为今晚有点卡，没有办法，但是大家到时候看视频就不卡了，对对对，现在说话我还卡吗？现在我说话还卡吗？那说话还卡吗？卡，对不对？你们介不介意我换条网？我换条网吧。我这边换了条网，大家稍等一下哈。对，因为今天的话会是有点卡。稍等，1 2 3 7 2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好，大家听这个还卡吗？大家听这个还卡吗？刚才非常不好意思，然后卡了。对，这样大家还卡吗？游戏直播，对不对？大家现在可以听得到我说话吗？可以听得到我说话吗？哎，都怪了，这怎么不能直播了呢？等一下，啥破歪歪呀？稍等一下，教育魔法，
现在呢？还卡吗？现在还卡吗？对，我来看一下，可以吧？可以吧？对，因为这个的话有可能是网的问题，因为我这边网的话也是出点问题，然后非常的抱歉，非常抱歉。对，然后也让大家久等了，现在不卡就好。然后我想问一下大家，有哪些人是第一次对适合录像有关的，是第一次过来的，第一次过来听课的，麻烦打个一给我好不好？对，第一次给我的麻烦打个一好不好？就说首次过来听课，通过各个渠道了解过来的。好，原来看到很多也是第一次过来的，当然还有很多就不是第一次的。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周五出时间过来这里，有的人在这个时候呢去约会，看电影，吃饭，然后对吧，然后很少呢就看到像你们这么努力的人呢。不过也坚信现在你们的努力终有一天你们会获得更多的一种回报，更多一种回报。好，然后废话不多说，然后耽误了大家的十分钟时间，不过我们每次课程都是半个小时以上，对，所以你放心，一般我会拖堂做到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那么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一个正式课程。然后今天呢是我们降龙营销十八招里面的第九节课，也是我们的月中的，可以说月中吧，28、16，然后差不多是月中了，月中的这个课程。然后这个课程呢主要是讲解什么，主要是讲解我们的一个地图营销、图片营销这两个。也许你听到这两个字眼的时候呢会有点冷门，因为大家之前感觉到就是说有很多讲 SEO 的我知道，讲微信营销的我知道，讲贴吧引流的、百度的引流我知道，但是讲地图营销的、地图营销的我还第一次听说。哎，讲图片营销的我听都没有听过，这两个可以用来做营销吗？当然可以的。有没有人去做过地图营销和图片营销？有的可以打个5，没有的可以打个2，好不好？有做过地图营销的打个5，没有做过的打个2，我看一下有没有人做过。好，很多人呢都是没有做过的，因为这个呢毕竟来说是比较冷门的，而且做的人呢也是比较少的，所以说很多人在做的时候没有做，这个也能够理解。那么我们本章呢主要分为几个章节，第一个章节就是主要以地图为主的，比如地图营销的方式、地图营销的分类以及图片营销，生活中我们处处忽略的一些流量，你怎么样让我们的图片营销出现在客户搜索里，主要是讲的话是讲这四点，这四点内容。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一个问题，现在我们都知道什么贴吧也好、知道也好、微商也好，他们引流的流量呢都是要么就是比较大、比较爆，对不对？都是这方面的流量。而我们这样讲的课程的一个内容呢主要是怎样的方式，主要是以偏门的方式去做营销，去为我们所用。比如说很多人会问，地图真的可以营销吗？我怎么没有发现？因为很多时候地图是用来做什么的？用来做导航的多，用来做一些给我们查询信息的多。但是真正来说，你想地图它有这个功能，它真的有这么强大吗？其实我在这里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地图它是可以去做地图营销的，而且地图营销呢不仅方便我们去做营销，而且还会更加方便的引导我们成交，更加的方便用户，引导用户去消费，去消费，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地图营销。那么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知道的地图营销可以分为哪几类？说大家可以把自己所知道的地图营销的哪几类，大家可以说一下给我，我这边可以给大家讲给大家听。对，肯定有声音的。大家知道的地图有哪几类呢？大家可以说一下给我，好吧？好，百度地图、360地图、搜狗地图，对，这几个的话是我们比较常见的。然后还有没有？因为我这边喜欢讲课的话，不想自己孤零零的然后去讲，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互动。对，你们现在谁正好在录这个教程的，可以做个截图给我，然后我等一下说不定就会感谢你，就是截一下现在讲课的这个图片，然后你截一下给我，因为我不方便截，然后等一下你发到我 Q 上好吧，就截我现在的一个聊天这里。对，可以多截几张哈。好，然后有了这么多之后呢，那么还有其他的吗？当然还有的，谷歌、搜狗、高德、腾讯、
对，除了这些还有吗？还有吗？还有的，还有的，对。好，谷歌。那么我就真的给大家说了，按我们地图的分类来说，地图现在只以手机为主的有高德地图、百度地图，还有我们的腾讯地图、搜狗地图，这几个地图呢还是比较多的。然后我们很多车用的导航呢，什么本田啦、日产啦等等这些车嘞，都会有一些凯立德地图。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凯立德地图在车用地图里面呢，还是做得比较好的。但是我们做这个系列呢，我们要看什么？我们要看它的一个最终的一个使用率。按照使用率的用户来说的话，目前市场上用的最多的是什么？最多的就是我们的百度地图以及我们的高德地图，就这两类的一个地图。那么我们今天呢，主要的去讲解呢，也是会讲解高德地图以及百度地图哪些东西是符合我们的搜索习惯的。比如说，我们就拿高德地图来说吧，高德地图它在某些方面的时候呢，我们个人认为它比百度地图更方便、更全面。比如说哪里堵车啦，哪里有什么施工啊，不能过啦，或者说怎样就更快一些，功能更强大。特别是我们搜索一些东西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用高德地图啊，搜索一些附近的什么停车场啊、维修点啦、等等，我们去外地之后去哪里找到酒店呢？我们都会习惯性的用高德地图。所以说有的时候地图嘞，我就更喜欢把它比喻什么？比作我们的双眼一样，引导着我们去营销，引导着我们去一个地方，这些地方呢展现给用户的，我们就能够称为是地图营销。稍等5秒，好不好？喂，哪位？我这边在讲课，有什么事吗？暂时不需要。好好好，对，因为我这边讲课非常忙，在开大会。好，好，挂了。不用打了哈。谢谢。对，然后这非常不好意思，让大家等了一下啊。然后呢，我们刚才都说了有这些的一个营销之后呢，刚才一个推销房子打样说，一下子把我的头脑给我打烂了，打了我好几次，我以为还是什么很重要的东西呢，对吧？刚才我把声音给关了，所以就卡了哈。这其实呢是不用卡的。好，我们再把我们的一个什么，我们的一个PPT 拿出来，第九招。这是我们刚刚讲的几点，我们刚刚讲的。好，我们刚刚讲到了这里，就是地图能营销吗？以及地图的分类，使用率最高的这个高德地图，以及我们的百度地图，这就作为我们的主讲内容。那么我们第二个，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 PK，哪个才是我们的一个真爱呢？哪个才是我们的真爱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做高德地图的时候，高德地图嘞，他们在操作的时候，高德地图的用户数据比较好的，而且用户使用的也是比较好的。那么哪些才是好的呢？那么我就给大家有两点呢，百度有百度的好，高德有高德的妙。为什么这样会给大家讲？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用手机导航到某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大家是用高德多还是用百度地图多？我想问一下大家，当导航去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大家是用高德地图多还是百度地图多？很多人说有用百度，有用高德，对，他们各占的比例呢都是占一半一半的。其实咱来这里呢，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一般的来说，就是说，一般来说，像导航去某一个地方啊，相对来说方便的话，这两个都很方便。但是如果说哪个更方便的话，那么毋庸置疑，高德在有些方面是比较超越我们的一个百度的这个一个东西。
所以说这方面呢也是比较一个完美的一种形式，对。因为道德呢它就会比较专业一点，比较专业一点，对的。那么我们在操作高德地图的时候呢，怎样的去操作呢？因为我们想去操作一个地图营销，我们最基本我们要对它的操作一定要了解。那么在这里呢，我可以建议一下大家什么呢，就是说建议大家没有下载高德地图的下载一个高德地图。那下载完高德地图之后呢，大家可以先注册一个账号，先注册一个账号，然后我这边呢就可以一步一步带领着大家怎样的去做一些高德地图的一些营销的一个细节。然后我这边呢也登录一下我们的高德地图，然后我把登录的界面发给大家。对，如果你们现在有手机的话，你们可以下载一个高德地图，如果有高德地图的，那你们可以就不用下载了，没有的可以下载一个高德地图，对，可以现在下载一下。然后我这边呢就开始继续我这边的一个继续我们这边的一个讲解。比如说我这边的一个在做高德地图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当我们注册好这高德地图之后，我们打开的界面呢是怎样的呢，是这样子的。稍等一下，我现在发给大家。好，然后大家呢看到的时候呢，这个照片它是这样子的，大家能看得到我的截图吗？能看得到我的截图吗？看得到吗？好，看得到我的截图，对不对？好，大家打开高德地图之后呢，大家是这样子的，这就是我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所在地，对不对？然后打开这个高德地图之后呢，那我们第二步要什么？第二步我们要做的高德地图之后，作者高德地图，那么我们需要去注册一个账号。电脑看不到吗？那就把它放到这里嘛。这样能看到了吗？这样可以看到了吗？对，我这个地图的这个界面，这样大家能看得到了吗？好。好，然后呢大家登录好自己的一个，大家下载好这个高德地图之后呢，大家现在要干什么呢，就要开始进行我们的一个第二步的操作，注册一个账号。其实高德地图呢这个东西呢其实它是没有那么难的，但是它的细节呢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稍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账号。好，这是我们的一个第二步，注册账号。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没有，这是我的手机端的高德地图。这里我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我们打开高德地图，第二步我们登录我们的个人页面，然后点击注册账号。那在注册账号之后有什么用呢？因为在这里呢，我给大家补充点，先拿高德地图来说，我们如果想要做地图营销的话，我们注册好账号之后，我们不是为了去刷等级，因为它不像百度现在的一些大的产品，等级账号越高越好，对不对？那么我们注册好我们的账号之后，我们要在第一时间之内要进行个选择定位。比如说我是做一些车辆清洗、车辆维修，或者说是一个维修点，对不对？我是广州天河区的，那么我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学会对于我们地图的关键词的一个命名。什么叫关键词的命名呢？我们地图这里的名字，我们可以把它标注，就是可以去做一个标注商户，然后名字就可以叫什么？广州天河汽车维修中心，我们可以以这种方式去命名。那怎样的去命名呢？大家登录好这个手机的这个高德地图的这个界面之后，对不对？这个好，这是我的这个界面，好，大家能看得清楚哈。
啊，这是我的这个界面，这弄好这个我的这个界面之后呢，然后大家可以看什么？看下一步，下一步怎样的去弄呢？我们点开下面有个帮助与反馈，帮助与反馈，点击进去帮助与反馈，然后我的反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先把你之前的弄好的可以给弄好了。幺，我先登录一下账号。我要登录一下账号，对，你们可以先下载，不用急，对，因为这个东西我讲的比较慢，如果讲的快的话，早就现在已经讲到最后一步了。那么我登录好账号之后呢，是这样的一个界面，我的账号叫周君涵，我给大家看一下，周君涵，登录好之后是这样的，昵称不用改，昵称不用改，对，我的头已经够大了，还不够大呀，对吧？大家在做的时候，昵称不用改，名字不用改。等级呢，你们能刷就刷，这种等级的话你们最好弄高一点，就是高一点，对不对？如果你们弄不了的话，就是等级刷不了高的等级，那也没有关系，现在这个等级都行，因为高德地图它不像百度一样，它对等级的苛刻要求很严，相反高德地图呢，它是比较公平的去对待，因为高德也被阿里巴巴给收为旗下了，对吧？然后我们点进去我们的帮助与反馈这个页面，帮助与反馈这个页面哪里呢？就是下面帮助与反馈这个页面，点击进去之后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叫我要反馈，我要反馈，我们点一下我要反馈，我现在发图片给大家重复，大家稍等一下，我们点击我要反馈，我要反馈这里呢，我们点击之后，它有几个东西是够我们选择的，好，我们登录反馈之后，稍等一下，登录反馈之后呢，它有一个什么页面是供我们选择的呢？大家可以看，登录我要反馈之后呢，它这里有一个就是第一步，我们先打开我们的百度地图这个页面，第二步我们点击登录账号，登录好之后有一个帮助与反馈，然后点击帮助与反馈之后呢，它这有四个给我们选，第一个是新增地点。未收录的商户、道路、公交车站，第二个改进意见，第三个是性能问题，第四个是其他的问题。那么像这种的话，我们选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一个问题呢，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新增地点，因为这种新增地点的话，主要是给我们新增什么？主要的去，比如说新增地点，主要是给我们去新增一些写字楼啊，然后一些大家可以看到新增地点有新增楼宇啊，新增商户啊这些，第二个新增道路，第三个是地铁公交站，以及第四个公交路线，这四个呢我们选择我们的一个键就好了。我们一般会选择哪个呢？会选择第一个，如果说你是做一些地方性的一个，比如说维修点啊也好啊，做会计的一个也好啊，或者说你是做本地的一些相对来说装修公司啊，然后还有装饰啊，还有一些等等等等这些，就是只要是能运用到地图的，那么我们都可以尽可能去利用地图去给我们用来做什么，给我们用来做营销。然后我们对像成都网站建设的这一个是下一步，然后我这边呢再给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这里呢，大家点在这里之后呢，大家会有一个我们刚才新增的地点之后，它会有个这样的页面，它是新增什么？新增地点，地点名称，添加图片以及详细信息和联系方式，这一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认证的一个重要的一步。如果说你的内容越详细，那么通过率肯定会越高，不用说。那么地点名称这里将是我们做高德地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
因为我们在这里地点名称这里，我们写的时候一定要包含关键词。对，比如说你是做什么的，我是做我是属于那个，不是我的手机号码。对，比如说我是做一个叫广州天河汽车维修公司。假如说我是做这个的，对不对？这个的，对对不对？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学会包含我们的关键词。比如说广州天河，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广州的一个主要的区域。如果很多人在广州天河，他肯定会搜索什么？比如说天河汽车维修，对不对？天河汽车维修公司，天河，不好意思，汽车维修公司维修 4S 店。所以说呢，我们做高德地图形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到什么？一定要在地图名字里尽可能的去包含我们的名称。那么大家会问到问题的，如果我的名称不是营业照营业执照上的号码，那么它容不容易过呢？是比较容易过的，是比较容易过，都是可以过的，对，都是可以过的。所以甚至大家感觉感兴趣，大家可以发在家里面，可以改成什么民府一号，对不对？民府天地一号，民府碧海蓝天都行，发在家一导航都能导航自己。一般这个时候只能弄一个关键词，对，一个，但你可以多个账号多去标识就好了。然后照片这里面，如果你有门户信息你填上就好，如果你没有门户信息，那么你就可以弄一张图片就行。然后详细信息那里越详细越好，什么地点啊名称啊就好，联系方式他不会打电话的，随便写个手机号码就好了。对，那这个联系方式呢，尽可能就是你们 4S 店的汽车维修的这个联系方式。因为你们想一下，你们现在让别人做一个地图要多少钱？200块钱一个地图，对，而且还不包，而且还有一个星期。而我教大家做高德地图，按照我这个讲的这个做法的话，不仅有生意有排名，而且是免费的。因为我自己都做了一些我们公司自己的截图地图，很多地图都是我这边去做的。对，所以如果大家说真的假的那么贵，不会又是标题党吧？没关系，我们去淘宝去搜索一个地图，他们标价是10块钱，但是你一拍就肯定是不止10块钱的地图标注。大家做了之后，大家这个是项目吗？这个绝对是项目。对，我们搜索一下地图标注，标价10块钱而已。对，他们的收费的均价都是100块钱、200块钱、300块钱，看看对不对？这就是项目，这个项目看到没？10块钱是基础价格，对吧？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在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一个什么？就要注意一个细节，怎样的去做才能够去报到更好？更好，不用谢谢我，应该谢谢你们，好吧？啊，我想人数能不能达到150就要看你们的了。对，因为今天这个显示的话是没有那么大的问题，之前每次显示都有很大的问题。对，地图卖2000是吧？我都说了，对不对？不用感谢我，们感谢你们。对，大家可以，有没有朋友过来听课的？可以过来多去邀请一些朋友过来听课，我又不问你要钱，对不对？邀请一下又怎么了，是吧？所以说等一下呢，我不仅会分享地图，我还会分享图片营销，对不对？等等这些方法。然后我刚才讲的地图营销这里呢，高德地图这里的方法去操作，大家有没有懂？懂得打个一。它的整个工作日的话一般是36个工作日，一般就是2到3天吧左右。对，懂得打个一。我下面给大家讲什么？讲更为核心的、更为实战的百度地图营销。百度地图营销，然后后面呢，我会给大家教怎样的在自己的排名脱颖而出，好吧？好，然后非常感谢大家，大家可以邀请自己的身边朋友过来听课。我想人数能不能达到150人就要看你们的，对，你们可以多挂几个小号过来。然后刚刚呢，我们刚刚就说了一个我们的高德地图，说完高德地图之后呢，就要说我们的百度地图。因为我们百度地图呢，大家都说使用用户多，对不对？然后而且百度地图导航也方便，但是百度地图如果要做的话，我这次要说了，我不想再做地图里面的营销，
高德地图之所以能够带来订单带来客户，它是在高德地图的那个搜索框里面去搜索一些东西。什么叫搜索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它是在这里查找地点，公交地铁，在这里去搜索。而我想跳出我们地图本质的 APP， 然后去操作去营销，去给我们带来客户，怎样去做呢？那么我们就要做我们百度搜索引擎框，百度搜索引擎框，对吧？怎样的去弄呢？我就再去给大家教一下大家，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就拿广州来说好吧。广州我是做网络的，我肯定会，如果我是客户，我肯定会说什么广州网络公司。那么我们搜索广州网络公司，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排名怎么样？这排名是不是杠杠的？第一个竞价，第二个竞价，第三个竞价，你敢说这个词它不是长尾词吗？客户有定向吗？肯定绝对有定向。广州网络公司，广州网络有限公司，广州网络科技公司。如果说你用来去做这样的排名，你感觉你是网络公司，对不对？你想去做这样的生意，然后如果有客户，这样的话能不能带来客户？这是不是定向的？我想问一下大家，这样的词是不是定向词？对，好，是的，没错，这肯定是这个定向词。你是装修公司，你也可以做广州装修公司。而我就拿网络公司来举例子，广州网络公司，广州网络有限公司，它的排名你可以看得到，三个都是竞价，竞价完之后呢，全部就是我们的百度地图。而我要讲的就是我们的 PC 端和移动端。我们看一下手机百度有没有，手机端搜索，我用手机端搜索一下，稍等。稍等一下，广州好，手机端的排名也有，它的排名呢虽然没有百度的那么好，但它的排名也是在15、16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做吗？当然我们也是可以去做的，光说没有用，我搜索的没有用，我截图给大家，大家可以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截图，OK， 大家可以看到我用手机在搜索广州网络公司，那么它是有看到，查到有760个结果，它是位于百度地图手机端的第二页。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做吗？当然可以的，不是一会儿有声音一会儿没有声音，是因为我有提问和互动的环节，这个时候我是没有说话的，所以大家以为我没有声音，因为我不可能一直连一句话都不歇，然后一直和大家说，然后这样呢大家根本都没有互动，大家这样学的话也没有效果那么好，对吧？然后我们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手机端的一个排名，这是我们电脑端的一个广州网络科技公司排名。那么我们看了这么多之后怎么办呢？我们不能仅仅作为一个观众，我们也要自己的去做，自己的用心的去学习，怎样去研究，怎样的去弄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操作百度地图的时候，虽然说这个百度地图呢，它和我们的账号也是一样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主要用这个百度地图的账号用来提交我们的关键词，然后在提交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以我们这个名称为主，我们要学会合理的去出现我们的关键词，合理的去出现我们的关键词。
以及我们关键词的一种认证方法、操作方法，怎样去操作呢？我还是和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和高德地图一样的，大家可以有没有百度地图的？有百度地图的，大家可以打开你们的百度地图，我这边也打开我的百度地图，还来点轻音乐，你咋这么幽默呢？你咋不说给你们放点小电影呢？这讲课的时候这么庄严的时候还来点轻音乐，稍等一下啊。然后打开百度地图，你们登录手机的百度地图，对，来提高学习效率。哥你好，哎，好，我们现在呢是通过了我们的百度地图点击之后呢，它这里我没有登录，因为我就不给大家演示登录了，登录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然后这有这么多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得到，如果我们要做的话，我们肯定要和高德地图一样，我们要干什么？我们一定要去认证，我们认证的时候也是要是他们地图名称。什么叫地图名称？就是我们这个的名称，对不对？这个的名称要包含我们的一个什么，包含我们那个关键词，这样才行。我们可以看得到这里下面有个叫什么，我是商家，对吧？我是商家这里有标注管理店铺免费认证，我们点击免费认证，然后输入我们相应的就相当于这个一样，名称、照片、联系方式，对不对？这些名称我们输入了，然后名称这里呢还是和大家刚才讲的一样，对。然后呢方法还是一模一样，大家在操作的时候呢可以去想去弄，对吧？然后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有一个，就比如说我们地图名字这里一定要和我们的关键词，什么关键词一定要具有一个相关性。比如说我是做什么的，我是做广州装修公司的，那么你的地图名称最好的就是广州装修公司。如果这个地图被别人用了，注册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们这边可以弄一些广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不对，不好意思，广州装修有限公司，对不对？如果这个广州装修有限公司也被别人注册了，那么我们可以弄广州，也是你们公司的屌大天装修公司等等。这个我们在这个时候呢，资料越相关越好，越相关越好，对。所以大家在做的时候呢可以认真的去做，认真的去执行。所以说在这个命名的时候，尽可能的一定要和我们其实全包含是最好的，全包含是最好的。对，大家操作的时候呢，不管是电脑端和手机端都可以用这种认证的方法去操作。对，装修设计有限公司。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再给我一个行业，我给大家再进行一个简单的建议。对，还有没有行业？有行业可以把你的行业打出来，我给你们一个相关的匹配，一个小的建议。减肥就算了，减肥不适合。好，公司注册金融。那么在做金融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去做最好呢？比如说我们广州公司注册，广州网络培训，对不对？等等这些，广州 AGP 开发。那么我们要想到客户会搜索什么词，对不对？那么客户，假如说客户他会搜索一些，比如说我的公司注册的，那么他肯定会搜一些广州公司注册，广州公司代注册，广州代资的公司多少钱。然后这个时候呢，多少钱我们肯定不能把它作为地图上面去了，我们去考虑一下广州公司注册，广州公司注册，广州有限公司注册，主要去抓这两个词，然后去做这两个词去做我们的长尾的定向的。因为有并不是说所有的行业所有的词都可以去做我们的一个什么营销呢，都可以去做我们的一个地图营销。像你的减肥的就不太建议了，而且词语呢在那么长尾词中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些
比较定向的流量高的长尾池，像多少钱啊，哪家好啊，这些大家就可以不用操作了，因为大家操作的话效果肯定是也没有那么好的，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注意到这方面的一个什么这方面的一个细节问题，对广州天河太极注册这些都可以。然后百度地图呢，大家申请好，按照下载百度地图，然后申请一个地图名称、地图图片详细信息，对这些方法可以带上公司名称。如果大家说我们自己的公司名称还没有做百度地图啊、奥德地图啊，那么你们就 out 了，因为现在如果客户想找到你们，肯定问你们公司叫什么名字，我导航过去，你说没有啊，这样当然是不行的，不用说。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去做我们的一个地图营销，百度地图营销还有我们的高德地图营销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认证方法我也教给大家了，就是说怎样去认证呢，下载一个手机 APP 高德或百度地图，然后点到他们的一个个人设置里面，按照他们的一个要求去做。高德地图是在帮助与反馈这里去提交我们的关键词，然后我们百度地图呢，它也是差不多的，都是在我们个人中心去提交我们的反馈，然后他们的审核时间一般默认为五个工作日，如果五个工作日之内还没有审核过，你们到相关的贴吧去投诉，他们会很快处理的。然后我们地图的话，它通过率是90%以上，因为一般都能通过的。那通过之后呢，就这么结束了吗？当然不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拿广州网络公司这个来说，它的有一个查看搜索，查看全部的话是有1808条，在这么多之中，我们做了就仅仅是做了吗？我们做了就仅仅是结束了吗？肯定是不行的。我们要学会做什么？学会做排名，做营销。怎样的去做排名呢？麻烦大家送一朵鲜花给大家，教大家。没有公司你可以不用公司，他又不用检查你的营业执照，一个账号只能一个地点，地点可以定位不用那么准确就好了，对，这个无所谓，在定位的时候。鲜花不激烈呀、对，讲得很伤心呐。好，然后刚刚呢，我们已经说了这两点，那么现在我们做高德地图排名的时候还是一样的。一般来说，它一个星期之内呢，我们能在高德地图上能够搜索得到，没有营业执照也可以。对，搜索到了之后呢，我们就感觉可以做排名了。比如说你的叫广州屌炸天网络公司，你想做广州网络公司这个排名，那么在怎样去做呢？大家呢可以在电脑端的里面去搜索，比如说我就搜索广州屌炸天有限公司，找了这么多年没有找到这里呢，我们先点其中的一家，点了之后不用管，我们再点这里查看全部的公司，都在这些的地方能够找到的，我们一直往下拉，找到我们的屌炸天公司，然后点击进去，然后看看它的一些图片街道全景，然后看了大约有1分钟或者是2分钟的时候，我们点关闭。我们手机端也是这样的，多 IP 去操作，多去浏览，多去评论，因为他们这些都是可以评论的嘛。然后只有这样，通过多 IP 去点，多 IP 去评论，然后如果是百度地图呢，你能够认证，就尽可能的去认证，因为它商户认证之后呢，那么它的排名会更好，因为加微了嘛。他认证的话是需要营业执照的，如果你不想那么麻烦，你可以找人代认证，包括你想不想那么麻烦，你就可以找人去弄。我们可以看得到，在广州网络公司里面有个叫玉图网，看到没有，它有评价，它有地址，对不对，它有电话，以及它有一些图片，还有一些评，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也是一样的，多 IP 点，多浏览量，多评论，多搜索，电脑端搜，移动端搜，它的排名就会慢慢上去的，一般10天到15天的时候就可以做上去的，对，就可以做上去的。所以在做的时候呢，可以用这种方法去操作，这种方法做呢就是简单粗暴快捷。大家有没有明白我们的地图营销？明白的打个一。然后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个我们的图片营销。好，
大家对于地图营销呢已经有简单的了解了，了解这么多之后怎么办呢？光说没有用，我们要学会干什么？学会去干，因为你熟读百遍不如手过一遍，对不对？做网络也好，做营销也好，都要是都会勤劳的去干，勤劳的去拼，勤劳的去努力，只有这样才会更好。那么我们下面就会讲我们图片营销。图片营销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图片生活在我们的方方面面，而且图片每次都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图片的方式去营销，因为它图片对他们有着一个成本低、效果好、持久性强的优势，而且它的搜索引擎栏目也是名毛前列的。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就拿中文搜索引擎巨头百度来说，它的图片看到没有？网页排名第一，新闻排名第二，贴吧第三，知道第四，图片排名第六。那说明图片的用户还是比较多的，对不对？而且使用图片的还是比较多的，因为人们如果说是相对来说，给你一段文字，给你一张图片，我们更加的会选择青睐于后者，喜欢图片，因为这样看的话，让我们更加的清爽，更加的能够看得更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合理的去做图片这个营销。那么图片营销怎么做呢？还是一样，为了方便大家，我还是拿什么来举例子？拿广州装修公司来给大家举例子，好不好？在举例子前夕呢，我就想给大家看一个我们之前的一个什么南宁护士们这个，看有没有做图片营销。稍等，南宁护士们，我们点击进去南宁护士们，点击之后呢，我们点第一张图片看一下。好，第二张图片看到没有？图片营销之网址营销，3W91，对不对？这个就是497电玩，3W497电玩.com，这个就是我们的图片营销，他们已经去做了图片营销了，对不对？这就是图片营销的方法。坏男人第二张也是图片营销，第三张 GLGG.com 这是图片营销，古城网图片营销，天津网图片营销，坏男人图片营销，对不对？这些营销呢，都女人说这些是什么营销？这都是图片营销。大家看的时候呢，只会看图片，而会没有营销到这个细节。那么我们在做图片营销的时候呢，怎样去做图片营销才能去更好的呢？比如说我们拿装修公司来说，我们在做装修公司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在打开这些图片的时候呢，不仅仅映入眼前的是各种装修效果图，而且更多的是一些广告，比如说他们的公司名称、广告名称、装修电话，对不对？还有一些联系方式。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的方式然后去营销。有的时候你会在想，那么我去做这种营销的话，效果好不好呢？有没有好不好呢？这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大家不用我说，大家可以再去搜索一下什么叫办证。我搜索个办证吧，办营业，办身份证。我找一个办英语等级证。代办房产，看到没有？房天下看到吧？房证看到没有 ？QQ 155崔先生，对不对？这些是图片营销吗？代办房产，这些就是我们的图片营销，看到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没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六个特别多，这些都是利用图片营销去操作的，对不对？去操作的，而且这些呢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图片营销。你看，一个办理课章、办证课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所以很多图片营销呢不是不好，图片营销也是可以做的，而且图片营销他们做的时候呢成本又低，而且效果非常持久。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第一个你要学会什么？分析自己，定位自己。我们比如自己是装修公司的，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当地装修公司的图片营销，对不对？比如说我们是做男性流量的，我们去分析我们的男性流量的一些缺口，怎样的去做，我们要去看它的一个竞争力，可以去看，比如说我刚才说办，你看到没有，办公室诱惑漂亮这种呢，就可以去引什么，去引色流量，这种是有很多的方式都是去引色流量的。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波多，对不对？等等等等，这些呢都是可以去引什么，都是可以去引到色流量的一个好渠道。那么怎样的去引呢？比如说我要去引男性流量，我们国内的一些明星，比如说我拿一些柳岩啦，柳岩，我们搜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图片有多少，个十百千万十万五百一十六万八，个十百千万十万五十一万六千八百一十八张图片，像这种的竞争就比较大的。图片营销怎样的去看呢？看这你就知道了。说除了柳岩之外呢，我们可以说一下什么林志玲啊，前段时间不是炒得特别火吗？对不对？这图片营销看到没有？更多，我们再看一下什么，甘露露啊，之前炒得比较火的，对不对？这个竞争就比较小一点，个十百千万，还有什么？还有等等的什么吴喜儿啊，等等等等，这些呢，他们的一个就没有那么好了，他们的一个竞争力就比较小了。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利用什么？可以利用自己的一个图片去做营销。好，那么我们做好看了这些之后呢，分析好这么多对手之后，定位自己是做男性流量呢，还是做女性流量呢，还是怎样的去做一些正式的流量，正规的流量。我们都知道这些之后呢，那么我们下面要怎么样呢？下面就要学会怎样去做营销，怎样让我们的图片出现在我们的营销里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么多图片，我刚才也说了，我们不能做一个观众，对不对？我们肯定要做一个我们自己的营销方式、营销办法，然后去做我们的一个营销。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多一个细节了。第一个，图片营销，我们在做的时候，第一个图片关键词匹配，什么叫图片关键词匹配？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得到，第一个，我们要做什么，比如说代办房产，对不对？代办房产，或者说做代办房产，这是我们的一个关键词，百度图片的关键词。那么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图片呢，只要是它能包含于代办房产的，那么它如果被百度收录的，那么它都能去展现。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我们尽可能也去做一些常用关键词。你是广州的，你就不要说全国的代办房产，比如说我说广州代办房产，那么这个竞争力就会小很多，它是区域性的嘛。然后呢，我们的一个名称只要是全包含，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去展现。比如说我说的广州代办房产，然后你的关键词也是叫广州代办房产，怎样的去看呢？我们点击其中的一个哈，点击什么一个，点击宜居地产，点进去，然后我们再点一下，点进去，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它的一个搜狗百科被收录了，所以说它才会被显示广州代办房产，它出现了广州代地产，房地产包含了广州代办房产，所以它才会展现。但它的展现呢，它不是全匹配的。如果说它的匹配是像我的方法去做，它你的一个
图片的名称就是你的一个关键词，那么你的排名会更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它这些关键词怎么样的去出现呢？如果你要做广州代办房产，那么我这个图片，比如说我如果是一个网站，我把图片上传到我的网站里面，那么我的网站里面呢，最好就是我们的有一个图片，有个叫属性嘛，每个图片都有一个属性的。比如说我打开这个网站，它这里就有一个我的属性，看到没有？它的属性名字就叫广州市加成家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诚信社会精英。但是我们如果在做图片营销，我们的标题里面就可以出现广州代办房产哪家好，给你五星级的代办房产服务，然后这个图片里就可以出现广州代办房产，广州代办房产哪家好，这样就最好了。如果你的标题和图片属性都能包含都好。我们鼠标点在这里呢，它叫图片ALT 属性，也就是我们图片关键词的匹配。所以这是第一步，图片关键词匹配以及内容匹配、标题匹配，如果它的包含性越强，它的排名会越好。这第一个。第二个，找到上传图片入口，怎样去上传我们的图片才会被收录呢？我们目前呢，宅男测试的几种比较有方便的好的方法。第一个，在各大论坛，在各大论坛去发布帖子，网易、搜狐、新浪，对不对？网易、搜狐、新浪这些地方去发布帖子。同时呢，第二种，在自己的网站发布帖子，自己的网站发布帖子，这个就是相当于是自己的一个网站，但它是金融房天下的网站去发布帖子，是的，对。然后第三个，借用博客发布，天涯博客、新浪博客。第四个，借力于新闻网站，就是发一些新闻啊，然后去做，比如说拿个什么，拿个这个来举例子，我拿快易推来给大家举例子。快易推在这里的话，我们都知道，你看到没有，它的包含吧，快易推、快易推、快易推。我们点一下这个，这个呢，如果这个是什么博客呢？我们打开看一下，非常完美，新浪博客。标题包含快易推，关键词里面包含快易推，然后图片这里还没有展现出来，图片也是快易推，所以它的展现是比较靠前的，这是我们的快易推。然后除了这些新浪博客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新闻网站呢？当然那是也有的，对不对？当然也是也有的。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好多好多的方法，就是说让我们的一个图片找到上传的入口，找到上传的一个营销方法，让它收录我们的图片。只有收录我们的图片，那么才有机会去展现，去展现。那么还有没有第五个方法呢？有，免费告诉你们，百度图片上传，借助于百度图片上传入口去操作。大家可以看得到，你百度图片上传，我们可以到借助于百度图片上传这里，然后我们呢发我们的一个东西，然后去点击去上传。就是我们要第一步，我们先找到百度图片的一个首页，然后登录，点击我的图片，然后就要开始上传我新的图片，在这里去上，到在这里去上传就好了。对，在这里就上传。你看，然后我们的描述就是我们的关键词，比如说宅男能营销十八招，这就是我们的描述。如果客户搜索这个的话，那么以后我们就有可能就去显示出来。我们的标签这里也可以就搜索，比如说营销十八招 OK， 就显示这种完成了，它就已经在什么，已经在上传了。这是我们第五招的一个图片上传。那么在上传图片的时候呢，我们就仅仅上传图片就好了吗？对不对？图片关键词怎么设置？就是文章标榜关键词，图片我刚说了吗？你的描述，你的 A 图片，它有一个叫 ALT 标签，知道吧？ ALT 标签就是你的关键词，对， ALT 标签就是你的关键词，对。那这个时候呢，可以用这种方式然后去做。然后我们找到了一个图片上传之后呢，我们第三个什么呢？图片上传我们找到了之后，我们还有我们第三步，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步，叫做学会记得加广告。加广告，
我们不是雷锋，我们不会免费的方式去做给大家做推广，因为这样太累。比如说他们发上的个南宁护士门的都有什么四九七电玩，对不对？还有什么坏男人，这些都能引流量的，什么9LGG.com， 我们点进去就是南宁护士门的事情，叫校公馆。然后大家在做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我想通过百度图片去引流，特别是引一些色的流量，那么大家就可以通过怎样的方式去弄呢？大家可以通过这些的一个方式进行一个操作，进行一个营销，就是图片记得加广告，第一个加网址加水印，对不对？第二个加 QQ， 比如说代办房产，加 QQ 加微信，然后这第二个，第三个加 logo 加品牌词，这是最婉转的方式。还有没有第四个？还有一个第四个，怎样的训练？就是说去加超链接，看到没？这个加 QQ 加 QQ 加 QQ 加超链接。什么叫超链接？就是相当于这样的，我搜索南宁护士门，我感觉这个网站啊比较有诱惑力，一点进去就跳到他的网站了，既能增加 IP， 又能把它给流量给引上来，引到这里。然后他下面呢，如果这里再留个微信号的话，你想一下会有什么样的概念？437个浏览量，这浏览量肯定是不准的，我刷新了好几遍都是437，对不对？所以大家呢是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去弄。还有加二维码，对吧？不建议加二维码，加二维码容易被屏蔽。所以我们做图片的时候一定要学会加广告。然后除了这些之后呢，那么我想问一下大家，图片关键词匹配、文章关键词匹配、内容关键词匹配弄好之后，又找到我们的上传图片入口。上传完图片入口之后呢，我们加广告，加完广告之后我们就进行发布帖子。一般这种发布帖子弄好之后呢，它就需要3到5个关键词就自然被收录，三到五个工作日吧。如果说它不收录的话，我们把它的一个，我们在网站发布的肯定有链接吧，我们不管在哪里发布都有一个绝对的一个链接，就是我们的一个网址，我们可以去教我们前面几张论坛营销里面呢，想去把这个蜘蛛去引蜘蛛，把蜘蛛引过来，然后让它收录，让它图片就会随之收录。然后我们做完这些之后，是不是我们的图片营销就完成了呢？我想问一下大家，没找到上传图片入口，我跟大家说一下吧。你的网站，你在网站里面插入图片，博客论坛，你在论坛里面插入图片，你再不会在百度里面插入图片，我这里不是演示了吗？登录百度账号，这个图片都已经在上传了，对不对？是不是都已经 OK 弄好，都已经上传好了，看到没有？这就是我的一个图片，我百度里面，这就是我的一个百度图片，这你还不知道怎么样去插入图片，没有找到百度上传入口，对不对？对，加超链接，图片它是直接一般的网站上的图片之后被百度索引了之后，它自动会点击跳转过来的，它会自动点击跳转过来的，它只要被百度蜘蛛所抓取，它会自然跳转过来，明白吗？对。然后我们做完这些之后呢，大家说的很对，我们这些呢还是没有去截止的，我们还要去做什么？去做我们的优化排名，特别是引一些男性流量，流量比较巨大的流量的时候呢，我们要去做我们那个排名，让我们的排名节节高，让我们排名展现在前面。因为人在搜的时候呢，他不可能一直滑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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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肯定会看到前一页、前两页甚至前三页，感觉好才会去做，才会去做营销。那么图片优化排名怎样去优化呢？第一个，图片的一个属性绝对相关性，什么意思？就是你的属性的名称和你要做的长尾词一定要相关，这第一个。第二个，你的标题的一个相关性最少出现一遍，内容至少要出现一到两遍的一个内容。然后第三个，你的图片的浏览量一定要高，就是你点击上面的图片，比如假如说你点击南宁护士门这里，这个图片是我的，我的排名不太理想，假如，然后我们就点进去之后，点进去之后呢，啊，我们看，我们在这里停留一下，停留到1到2分钟，对不对？那我们就点击关闭，啊，就这样去浏览，也还可以。假如我要做南宁护士门，我先点一个页面，再去关闭，就点的比我们前面的页面，然后再点击我们这个页面，
再停留一到两分钟，不用管，它的排名呢也会慢慢的也去弄，也去好。因为图片也好，网站也好 ，SEO 也好，排名也好，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一定会站在用户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百度搜索引擎。百度之所以能做到那么大，它不是一意孤行的，它靠什么？它靠用户，用户喜欢的，用户爱的，它肯定会排名去到前面去，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一定要模拟真实用户。如果你竞争小，你要投放上去就好了。如果你的竞争大，就可以按照这种方法去做营销去弄。那么这就是今天呢本章节的一个图片营销以及我们的地图营销，这两个呢做好之后，你会发现效果会更好，效果会更好。在点击的时候呢，肯定要去换 IP， 这个是不用说的，对，不用说的。任何的真实浏览都是需要去换 IP 的，对，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对，今天的课程呢，整整讲了一个小时，也是今天周五，人呢也是不多，对，还好没有那么卡。然后大家呢，有没有听懂？大家可以花两分钟时间给大家提问一下，提问一下，对。然后现在呢，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这是我们的一个初审群和初证群，这我们两个群，那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群，对。我先把它切换到一个教育模式，稍等一下哈。对，大家看不到我很正常啊，对，因为这就是我们主要的课程呢，就是我给大家讲的一些这些内容，就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课程。然后大家呢可以麻烦大家一到两分钟的时间，如果你是新来的朋友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每周一周三周五晚上8点钟，不管是打雷下雨还是五雷轰顶，我们都会在这里讲，与大家不见不散。不管是发烧头痛还是口腔溃疡，一直相约在这里，相约在这里。这一篇的日志也是宅男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经历，大家可以看一下，对吧？也许或许对你们有所帮助嘞，这个也是说不好的，对不对？然后这里呢也有很多认识的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多人有没有加入过我们的就是说初审群的，就是我们有个免费群，因为很多听到这个课之后他不懂，对不对？没有加入的打个250给我，我看有多少没有加入的，对，没有加入的打个250给我，我看一下有多少没有加入的，对，没有加入的呢，你们今天可以去加入一下，因为是免费的。然后我呢现在的话，大家现在最想要什么？我想问一下大家最想要什么？对，大家最想要什么？对，N 个地点，大家要粉丝的话，每期的视频，好，每期的视频我等一下会更新到我的 QQ 上面去。百度地图注册要记得手机号码，不用记得手机号码，你到淘宝找卡上去注册就好了，对，去找我去接个验证码就好了，特简单，对，不用自己去注册。对，不用自己去注册那么麻烦。对，自媒体还有的做吗？肯定有的做，非常有的做。必须的。必须的，对。必须的，这个你放心，这个你放心，对。自己公司怎么没有更重要？其实自己公司呢还是比较 OK 的，对。大家看你们自己的。然后现在的大家，如果大家现在还没有进入初审群的，可以进一下。怎样去进入方法呢？很简单，
我现在呢发个图给大家，大家把这个图片呢发到10个群，截图给宅男，宅男马上让你进入初审群，不用等太久。对，然后我这边呢先禁止一下大家打字。对，初审群，因为大家如果说课程里面不懂啊、不明白啊，大家可以在初审群里面一起去交流，一起去分享，然后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才能够学到更多。我的微信呢，我也发一下到公屏上，大家可以，大家可以发一下，就是说把这个图、把这个内容结合这个微信发到10个群，截图给我，我马上拉你去进入我们的一个初审群，你又不用说，那么麻烦了，因为之前进入初审群的话是需要审核的，就需要审核1到2天，然后这个呢就不用审核1到2天，就可以马上就让你们进了。对，机会仅限今天晚上，因为我今天呢也是比较高兴的，所以说才会给大家，一言不合就给大家弄这个东西。对，然后大家呢还是一样的方法，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也可以和我说。然后我们前面几章节都有讲到百度知道，留 QQ 号，留微信，留各种啊，真的是留各种，大家也可以怎么说呢，也可以如果有需要的话，对不对，也可以去找我去获取教程，我的公众，我的日子里面都写的有微信号。对，我的 QQ 和微信就是98889229888922，对，相信我，给你一个不一样的选择，对吧？啊，大家可以把这个东西呢，可以去发一下，然后 OK， 也不多说，然后还给大家切换到，可以先给大家2分钟吧，啊，给大家放首歌，然后我就开始切换到那个，我们所谓的那个其他的方法了。不高。给大家唱首歌，给大家唱首歌，唱完歌之后我看是不是还是100人呢，不知道100人呢，这唱首歌费人这么多吗？生将走天涯，你看世间的繁华，年少的心中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身旁你心中的姑娘，如今你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总让你遍体鳞伤，滴滴滴滴滴滴滴等待，滴滴滴滴滴滴滴答答，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滴滴滴滴滴滴滴等待，滴滴滴滴滴答答，滴滴滴滴滴滴答答，难过也有心态。谢谢大家，后面的朋友听得到吗？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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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怎将你身边留在路上的路上，有多少承载悲伤，滴滴滴滴滴滴滴等待，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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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答，滴滴滴滴滴答答，滴滴滴滴滴滴滴答答，滴滴滴滴滴滴答答，
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分担心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后来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至少都温暖纯真。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出现了身边走在路上的好友，有多少真感心疼。这杯酒好难而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温柔，这是那么温暖纯真。好，然后不给大家唱了，给大家放一首徐婉婷的听完这去秦岭了。